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22到30度，太武来意春日20到30度，三地门雾台马家最低温在雾台有18度，最高温会来到30度。高雄的原乡地区最低温在桃园只有13度，嘉义阿里山12到26度，有1成的降雨机会。南投仁爱鱼池水里信义最低温在仁爱只有10度，台中的和平15到27度，也是多云的天气形态。苗栗的南庄师潭泰安最低温在南庄只有19度，最高温会来到28度。新竹的关西尖石五峰最低温在尖石15度，最高温落在关西有28度。新北乌来桃园复兴19到28度，宜兰大同南澳19到29度，花莲新城、花莲市吉安都有25度以上高温，也都是多云天气形态。秀林万荣18到30度，寿丰丰滨22到30度，凤林光复瑞穗最高温在瑞穗有29度，卓溪玉里富里最低温在卓溪12度。来到台东长滨、成功、东河都有25度以上高温，最高温会到30度。池上、关山、海端、延平最低温在海端，最高温可能会来到28度。鹿野、台东市卑南都有22度以上的温度。太麻里、大武、金峰、达人最高温在大武有30度。兰屿25到29度是多云的天气形态。外岛的连江、金门、澎湖有26到30度。